山至雪流，花果指数人头闻，这人无量继续问，快快教他究竟那命。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嘎夏政府啊，深受帝国主义的蒙蔽，企图把西藏从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给分割出去。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为了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进军西藏，开启了和平解放西藏之路。十八红旗踏上喜马拉雅山顶，让万万怒怒获得新生。我教给大家一句鲁藏文口语，就四个字儿：扎西德勒。有啥说了，枪毙。为啥帮你偷老百姓萝卜？如丧积虑大过天，你记住一下没有？滚呗。要尊重藏猫习俗，不许问谁是谁的老婆。藏猫给东西要少吃一点，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进了寺庙不许吐痰放屁。你给我胡连八扯啥？每天就二两粮食配给，宣传队那姑娘都快饿死了。你说对了，就是饿死了，也不能跟老百姓抢粮食吃。现在马上入冬了，那都是人家救命的粮食。赵元，再这样下去，红旗插不到喜马拉雅，人家都饿死。中中中啊！我看你那个小红旗能插哪儿去？总部任务，明天中午必须抵达恩达，咋弄？能走的跟我奔袭恩达，不能走的留下。余粮不足，土匪又把粮道炸断了，我还要带走行军口粮，你们留下怎么办？那我再想办法。哎，指导员，咱去哪儿啊？这不粮道被炸断了，这附近啊只有余热多岗洛桑头那才有余粮，你跟我借粮食去。干嘛叫我去啊？但凡再有个能听到点藏语来，你都活不到今天啊。Mm-hmm.
个，钱和枪扔过来，扔过来。然后呢，滚蛋回去你们老婆的怀里，吃奶去吧。啊！投降。俺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谁啊？我们吗？你让这猪八戒照顾他。不对，不对。让你走的从这哪一家站不站得多我啥地是的这不给姐妹去小桌吃过就去鸡巴地了你啊还累着就去给我们的手没过呀呀呀呀当然枪是给不够了很多东西姐妹对我就
支持。三班三，加头，加头，扎西得了。我们再进去，再进去，进去，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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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胆子够大了，怎么到这里来了？你会说汉话？你是什么人？啊，解放军。解放军。那来解放昌都的，那卓布，卓布，毛主席的兵。毛主席他爹，毛主席他爹。毛主席是谁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的光辉就像红太阳一样。太阳都好像从他们家后院升起来的。毛主席给撒家，我给老三国部给撒家了，切爱的。如果说我们的地有这座大山这么大，你们头人的地也就是山上站的小羊羔那么大的地方。那够。荆州妈妈的毛主席总给你妈拉钱，不是给妈妈的账，就老爸意思的。我们呢，我不也是干过少女意思的。你过多了，荆州妈妈的，阁下妈妈妈家吃死，他用他们说吃死，他们的脚把，我给重送那里死。当年些呢，你也是干过蒙古的，连进去也死了。打把阵，我家祖上留下来的，哥萨尔战将绕通的披风，都给头人出100根金条，我都没卖。你也会说汉话？在达建炉学过。仇人噶玛云丹。他的头被我点了天灯，倒也便宜了他。今天恐怕要刮金风了。这样多金马锅头到村里，带来很多丝绸、茶砖，刮的就是金风。看把女人来了，刮的是香风。如果是强盗来了。刮的是旋风、狂风、龙卷风。朋友是白叫、黄叫，还是红叫？
红的。哦，那天我要请教解放军，给我解读一下九成三步的奥秘。我不知道什么九成三步，我只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还有几十个兄弟在挨饿呢，买粮的钱也被强盗给抢了。您这里有粮吗？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等以后队伍一定把钱还上。贵客来了，粮食不成问题。不过嘛，入夏已经封仓，过些日子才是开仓的吉日。可是我看你受伤了，不如留在村里将养几天。头人，松吉，请住妹妹了，该在药室。야그래좀맨날공공이지나는거能不能不进个大的，也不能不进个大个人，进个人下个人下，你做什么玩意？你做的啥呀？哪天他们干啥的？我送吧，送吧。第二天先走。松姐，真的去？打样去摘，桑妈，把他们动。你妈回来的话，罗桑，粮食给你。受住了吗？
老爷粮食真的给你吗？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等云不等月，等雨不等雪”，不能躺在屋子里等，得干点什么。哎，对了，我现在住那屋之前谁住的？里头少不得去给空白弄，就给空弄擦擦门根本的。为什么？因为。 你问那么多干嘛？金州妈妈的，阁下妈妈冒家子，公公求给，没得几种路娘去。金州妈的逃不赢呐，俺看做主任的这位人呐，我是金州去。可是阁下的逃不赢呐，俺金州妈个搞不到的怕子。 干下给上头的呀，拉大了这一。公公，杨姐，大舅那的地下钱多，想不起了。哦呀，让谁打没呗？ 罗桑，妈，命一样重要，命。这些马，性子野，不怕死。罗桑给穷难了，40个牦牛，6个女人，1万家子，全部几个人，穷都是连芝麻几个。 这片草场在东、北、西三地分别有3座丘陵，易攻难守啊！咱们分别在这3座高地上布防，每防2人，可以轮班倒换。在马圈这边的这个草垛，是个极好的埋伏点，隐蔽性好，1支枪足够。林大震，来，死杀动作，杀！ 大灾熊，啥公交公园都认得，是个没要的，找个啥忙个，现在公交上是最等的。
到底营营可接不得。日好了，早上的集体人们不长得有木马的就他都进来了，进来了。拉不个地吧，就这动。头人应该慈悲些。二哥，慈悲，让把这心门给切开。每年断粮，粮食给他。走的，啊，每次瘟疫，谁清楚？走的，走的去。咱们也不懂二哥的，不如死了。他是我的差吧，赏罚要分明。他犯了罪，我就是砍了他的脑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兄弟！我三弟！就算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干了，妈也活不过来。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在村口守了一夜，一个人影都没见着。会不会误吃了狼毒草？得这妈的，得这妈的，你拿了这刀，拿了这刀，都没杀下的呢，那我。老板，你的袋子穷，这这这袋子，人小了人，人小了人，人小了人，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能查清马的死因，不仅能保留象巴的一只手，而且我马上请活佛做法，给你放粮。如果查不出来呢？这双手给你。家米爹跟我去怎么讲的呢？爹没事，你得打个来。当爹去做的，走路存的是你去公布去。我讲阿克想把你自己叫起子过去，家米爹可收钱的嘞。真不过。你们这个厂里几个人？跟我去吃大药，我妈掉不起。跟我看来，小腾的年纪大，我一打了菜，你是就买多少嘛呢？跟我的能跟你的。我家里没这么高的山，也没有草原，一年有半年都在刮风。草都长不起来，就有真的嘞。十五岁就出来了，淘饥荒。我走的时候，我爸把最后一块馍给了我，跟我说：“你得活下去。”我有个指导员，那臭脾气，可他为了让我活着。自己连命都不要，然后我就想，我不能光自己活着呀，什么也不干，谁也救不了，我得做点什么。娘，娘，全部谢谢，谢谢。
大林弄了个不是生意，过来就去弄了，都不给面子看。快过去，别给中朝的妹子都得罪。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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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最长最开干叫的，现在带来交给你，俺带这些官员民众，现在给他交，坚决迈不出今天的格里，羡慕到白忙的，现在光的见用。我觉得这个嘛的，就在家门堂刮刮水水钱，民不中不的，干啥觉得过不多的，他管我去。
我们明明把价给俺们重组的，我家家全成不了。其实下毒的，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为了报答你，我请活佛开了舱门，明天你就可以带着粮食上路了。明天。 去成都，解放西藏，我得听党的话。当时嘞，去有个干么嘞？俺那去多拉东呀。 탁관진아, 생기송도 그래. 망초가 시금을 구시오치기. 정민남, 미름내 미르팔, 알롭상 그 종교리. 콘서치미당 락지제제, 망호고치마르바. 롤라 고치미연나, 공바 총보요리. 망초가 생니, 야가가 낭히드지리. 天王啊，脸上年纪出的，用电脑，加马尔给这么多数据，怎么的？光把多少，差不多老多久？差别往前呢？得住不住，所以啥？别个他管着呢，心给松得个嘞，刚心个嘛嘞，说都有钱呢，等结论着嘞，啥心？么？ 你就拿错嘛，潘总，村长人，查过卡的药没？死心个人，俺就把老妹，死就把老个药没，带去。 别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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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下铺还没吃上去去，俺就朋友。王大道这个加拉匆忙的撞破了这个，他妈去！日本广播和国家的参议这里匆忙过去呢，带着出来了。要搞卡农的手机、手机没收了嘛嘞？俺工作了，多大水平？哪能领导钦不赢啊？你们去对，这个那个是杨金这边的，才弄点人。 兵装嘛，你小钱包里，把这大把当家咱们动了个心嘛？不可以，粮食虽然少了，我答应解放军的事绝不食言。在我的官这里有存粮，我再送你3匹骡子。 明天有松吉送你回去。村里出了事儿，不能走。公公，亚提，此行的看谷可对头选中。亚提，亚提，看巴彦明，阿古月，在哪？在西边的山谷。 我一直跟着他们到那里，快，跟我去救人！头人，救杨金，我一个人去就好，一个人行动方便。你真的要去救人？是。只要你能救杨金，我就给你3大车粮食，外加3桶毛油。头人。 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你拿去防身用。公公，金枝妈咪，你把伤着扎，但是没办法，这个可做了偏少许着。老子过去人员呢？ 恐怕全部用不着。就这个上头里啊，有人多干的，不上谁给谁？你也可以呢，况且是嘛的。 三哥，别给这边死马的被狗们整个人。老三哥，我死地前头的三脚怪。老三哥，别那么气不赢了，就两个招嘛的，没心中还招嘛的，要他，快点，从不藏面，让别来歇歇，干把劲那么叫起来，没藏面。 老三哥，变江古角色，让了别来些的，让了错的人，面对面些。就是呢，你就在这里等的这么难过，要么那个说了的，要么那个多的，忙着捡起下过去，啥子么子也能给你带回去。啥子嘛？ 你让谁牛马的什么都会。
咋不来嗦？咱们大人过日子，给不起也马上过多几天哟。 俺们俺先拿几个人，眼明眼中见了王爷，先牛面。滚出去！这三千八的样子，你让俺睡哪？先走吧。
公安三年这个人。确认。少了。是。我让少木，我过一段命。这苦痛的，这苦我救命。过来。让给爹让我们先去接他，咋会那么注意？让给哥哥，你跟这一面好过一呗。我金珠妈咪嘞。金珠妈咪。你问问他，他是不是偷了我们藏族人的圆根，差点被自己人打死？是不是为了粮食，在生死一线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兄弟？还有。这次来救你，洛桑头人许诺，事成之后给他粮食和牦牛，对不对？这句聪明啊，真犀利！这东这是。董志志，娘亲，怎么出来没有？就董志志，就董志志，怎么没有？哭吧。
공을 계란 양치기 치도 쓴도 뒤져 만나 네 삶으로 양치물 하길 내야지 양진길 내디 네 다 지으시 Чезгэл үндүм үм азын ацагын юмны. Чезгэл дарагцэд ины. Сэмба гюваме на. Сатар ламя гюваме. Сэмба гюрбай на. Мил дуэл юны. Нимба карьёр. 정아까 제대로 문디실. 정아 체스크산이 저죠. 자고 남라 보네. 집소 자탕가려요리. 집이 세니 보고 가르쳐서. 쟤는 시경비 당과 가리나. 마다 니 변조개. 자님께 지도. 로몽부 세리 집이. 你也让这个小孩，让这心没得问，让你查这又不当的心没得问，让我带你不心个都不中年吧。
就这样，我被土匪们劫持着上了路。他们告诉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打下了岗垛，过了金沙江，指导员也已经和部队会合了。他们还说，大马拉山谷深处有他们的存粮，只要我帮他们打退洛桑，就能拿到粮食。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们。 这个时候的西藏大地变幻莫测，巨大的阴影和光亮在天边起伏不定。我也好像被卷起一股急流，为了早日脱身回到部队，只能在急流里盯紧方向。 我说：“来，当马达，我说：“我说，来，来。”你个女人，还觉得我是个死败鬼？我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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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骂
西藏到底想干什么？不能让你们靠打靠杀过日子了。堂堂正正的活着，谁都别怕。就凭你，哎，你就是那个雪竹猎人的儿子战队吧？我之前在村子里住的屋子是你的。 你喜欢杨静？我是军人，是不能，还是不想？我们藏人爱女人，是放在鞭子底下打的。 也是藏在心口里等的。你们呢？我还有几十个兄弟，等着我运粮食回去。让人家搞下命才敢走。兄弟，军旗一来，侬这天没你手就没得。红海人。 罗桑头人是不会放过你的，是时候让你带着杨静走了。山坡的树林里，鸟的粮食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呢？我和罗桑头人还有事未了。俺当然能给我们们。
제가강도란예시남죠미시나가고마나고야미도各山谷里都回荡着土匪们的喊声，就像我和指导员刚进达玛拉山谷那天听到的一样，一样勇猛，让人耳膜炸裂。俺去了杨宁这些街抢着了警备单位，你还让个没人的妈妈的先打成就钱没有这些和塞不行呢让包着
杨静，快送，跟我了，空眼几杯。Кейки нан гэдэг үйтэ ач бай. Нааран гэд тан чүг бүг. Хүнэн ийг шарай гэнэг үйтэг нэр. Бомжи чвара. Мэнси бай шүгу. Чвараа бүжи ёо маарай. Lop sang chim sang ke mi bu. Cha ta ngun ha le dian jie, sa ti sim. Mi suo jang mang bu jie zhi. Che le che bu jie ge. Di po ju e. Yang na jia ma di ge ge. Di mei bu su zhi. Lo di ge na. Nian ni zu mang bu le ka di jia cha bu xi. Nian ni lem jang bu di. Bạn thì chân dưới trò xử. Năm Sa Ngà lộp sang Năm sau cụ tình lộ gửi yên à Nhẹ Sọ bình tụ chế rẻ. Gia mà rà kê trẻ bê lạ vô chế gà mà rì Khoan sọ thập chú tiên khí rì Сосыка мен мен аним бұл сенге жуна. Деге кеде еме. Керағы түй намия нем зор юм бары. Тазы цаума. Керағы көжі ие. Не цы джима. Керағы жилен жие жу. Sorry. 牢牢地钉在了大巴拉山谷里，没有选择，我得跟他们在一起。我用了土匪们抢来的东西，不知道算不算亵渎神灵，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就像我一直试图这么做，却始终没有成功过。
当地的火烧得真猛，我好像周身都有了力量，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西藏人说格萨尔王会踩着红色的火焰来救人，那我们所有人都能得救吗？去了太白月面密查的你还拉巴关对民族这么细你还得问那么样的一个马人他全是脚细这样子藏吗脚细公哥真的真的大大的天佑你既然那是他下班的时候我给破那么早高级老子可是你怎么你一个人大宋能可以三下能我给你三下的三八子必须问快
快叫他留心。藏族同胞给我们送了粮食，也救了我们。加入我们吧，解放长途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跑野的马受不了鞍脚，老虎赶走了土狼，狮子又赶走了老虎，我只是个强盗。只想抱着自己的女人，天高地阔，好恶有心。姐姐哭看你姐姐，她是为了保护藏族同胞牺牲的，我会永远把她留在康巴。那样哭了算的。华山，他叫华山，是金主妈咪。
欢呼。